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放的微博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一些热点微博。那双十一在国内有光棍节之称，而两大男神古巨基和周渝民却纷纷在这一天呢，一个呀是宣布结婚，一个呢是举行婚礼，硬是把这个光棍节过成了情人节。周渝民发微博说，周太太真是太美了，是的，我们结婚了，并抛出和太太于红渊的甜蜜合照，是羡煞了旁人。而古巨基呢，也不甘示弱，在双十一这个日子结婚了。微博上，他和新婚妻子一起切蛋糕的这个样子呢，也是亮瞎了单身狗，让人是不得不怀疑，这真的是光棍节，而不是情人节吗？那你觉得世界上最孤独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在俄罗斯极地气象站做唯一的一个气象员。63岁的斯拉法每天的工作呀，就是测量温度、降水和风力。绝大多数气象站都采用了现代化的技术，年轻人呢也都愿意用高科技的方式工作。而这个地方太老太旧，连 WiFi 都没有，只能靠无线电联络外界，没人愿意来。所以呢，他已经在这个北冰洋沿岸一个人孤零零地住了13年。到底有多孤独呢？他拿火柴制作模型打发时间，静静地坐在自制的小船上飘荡。他说呀，他好像早已化成了风，与天气融为了一体。这可能做的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工作了吧。好了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点微博，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